为高风险地区的保城区，目前已全部完成全员核酸检测，累计完成采样人数673787人，累计核酸检测人数51219人。曾村镇20个村今日全部完成第三轮核酸检测，张家庄镇、连州镇、南斗镇等乡镇已开始第三轮核酸检测。截止1月8日12时，藁城区共检测出阳性患者259人，其中确诊患者112人，无症状感染者147人，均已转送至定点医院、市、五院进行救治。